人要一装，车要改装。我是姚大，欢迎大家收看这集万佛改车去。那我们这集的内容主要是要讲，我们今天要去新竹万家中心参加一场 Motobike 举办的直线加速赛跟改装选美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要准备前往这个活动的地方。那这次比较特别，这次我是第一次就不是参赛选手的身份去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我今天的话，我的身份是评审跟厂商。我们今天在那边会有一个摊位这样子，所以我东西准备有点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车子已经被我利用到一个极致了。我带了一台卡丁车去，然后还有万佛今天也会把它载过去，然后跟今天会在现场贩售的一些东西，这样衣服贴纸都有。今天就跟我们一起去新竹安家中心的会场看一下吧。3 hours later， 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新竹安家中心了。然后现场的人真的太多了，然后我们摊位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我们的摊位看一下，走。这边是小伟跟小 J 专区，有卖小伟跟小 J 他们的衣服跟贴纸。这边是万石专区，能带的贴纸我都尽量带过来了，除了一些比较大张的我就没带过来。对，东西还蛮丰富的。然后这边是老师跟亚当的区域，这边有亚当的贴纸跟老师的贴纸，然后还有亚当的小恐龙，超可爱的。这边还有这个没介绍到 ，Miki， 这是 Miki 的贴纸，超可爱的，他新出的。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到 Miki 的卖场去购买。今天最漂亮的那个摊位美女之一的，没错，这是我们的小白，是白白啦，白白。等一下可能我就会被叫去那个，就是选美评审的部分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一一的介绍这边今天来的改装车，这样。好，在我右边的这一位就是也是今天的评审之一，好不好？蓝董。然后现在转战四轮，之后会回归二轮。其实都有。其实我们从二轮跟四轮都很喜欢。对对，也不见得说有分车种。你现在玩的是比较那种那叫什么车啊？我们现在玩暴走车，暴走暴走车嘛，暴车，它比较有特色这样。左边。好吧，我们疾风铁鹰大家长 7FT1 七楼之一，他们今天有摆摊，然后是我们的邻居，就在我们的右边这样子。对，那今天你的车来几台？十几台，七八台，超也不是我们家，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就是玩车，一起玩车都有这样。对啊，好啦，今天很开心，不会你我啦，直线车蛮精彩的，直线车在那个状况比赛蛮激烈的，等一下去看一下直线车。好，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直线车。来，这边有73台资料。73台？没有。看来姚大今天有车吗？对啊，我们总共有那个73台车要评，然后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评分，外观、创意跟完整。等一下跟着我们一起去评分吧。你真的有没有样？有模有样。这基本上没有我们家贴纸是不会过的，好吗？啊，也没有亚当贴纸。对啊，万死在。我们刚好遇到旁边的是小雨，不是小雨，小雨跟张培，对，刚好在这边巧遇，非常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开始评分，总共有73台车要评，73台车，超级多的。今天来的车其实很多我都没有看过，都是新面孔，但我觉得这样是好事，因为我觉得改装市场就是要活络嘛，我觉得一直有新的就是改装的作品出来是很好的事情。那在开始评之前我也说一下，就是因为我去年是来参赛的，那种心情跟现在的心情有点不太一样，我来分享一下。就是如果你是选手的话，你可能前面的事前准备你要准备的非常多，然后可能要忙到活动的前一天，然后才把车子赶好，然后匆匆忙忙的载下来。像我去年就是这样，就是整个非常的赶，
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今年就是 Motobike 邀请我来当评审，那很感谢 Motobike 给我这次机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种肯定吧。那很高兴有这么多喜欢改装的同好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 Motobike 举办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有意义。那希望大家以后有这样的活动，你们都可以来参与。这个活动的话，它每年会有一次，然后就是会有区分直线加速跟改装选美。那如果你是喜欢改装的，欢迎你用心的改装自己的爱车，然后来参与这样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评审。因为我们评审主要就是以外观性、跟创意性、跟完整性三个部分来评分。评审的话一定会公正公开啦，就是不会有私心，好不好？就是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不会因为就是可能有贴万斯或是使用万斯的商品就特别加分。对，我都会非常的仔细看每台车的细节这样子。哦，这个的现场投票分数蛮高的，因为后面它还有现场投票的部分。今天的分数会是评审的分数再加上现场投票的分数。可以看一下后面是那种沙滩车的轮胎，它规格16560/12 Yokohama 横滨的轮胎。这个胎我以前的进站有装过，它非常的难骑，就是你可能转弯的时候它这个会一直把你拉正拉正拉正，这就是纯视觉的。但是如果你要骑这个去跑山的话，非常不建议，因为很危险，因为你在骑的时候它会一直把你拉成正。我们现在看到这台是雪佛兰，可以看到它的人气超级高的。然后这个是它的 IG，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追一下。Cygnus 底线8669，好不好 ？Cygnus 底线8669，它叫雪佛兰。然后改装来讲算，我觉得它蛮注重质感的一个同学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的 IG。 这一顶帽子我之前就在 IG 上面看过，这一顶帽子是刻制，就是彩绘的专家刻制的。然后这个车主他本身有收集大眼，然后他有非常多顶大眼，然后这一顶是他刻制的，然后用 RC 的帽底下去做。听说这一顶做起来要超过6位数。这台叫做妙公号，蛮特别的名字，然后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万粉哦，很多万石的贴纸。然后这个要给各位看一下，它这个重新烤漆过，但是它应该是 DY 吧。顺便跟就是大家讲一下，如果是 DY 的话，它的支架会比较大，所以如果你是 DY 要装万斯图的话，这边要稍微修一下。顺便自录一下好不好？万斯前途图那个改装标配。好，大家先看到这台是亚城车业，亚城车业也有在卖我们万斯的前途图。然后它这块的话是黄金甲纹路。它是在卡梦里面编织一层金色的丝在里面，然后这个部分是老板自己再去彩绘的。这个弄完感觉整个非常漂亮，有没有？这个 PO 在 IG 上面，大家都问我说这一款是什么图纸。它其实是它是中间有在自己去彩绘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跟亚城车业询问一下。它这台车也改得蛮漂亮的，它是用那种几何迷彩，然后彩绘。好，结束。我们终于把73台那个改装选美的车子都评完。我们评了大概也一个多小时。我觉得站在太阳底下真的是太热了。今天天气真的太好。这次评审总共有3位，那评审的分数总和再加上现场观众投票，今天应该有好几个奖项啊。它不会有1、2、3名这样，它是会有最佳人气啊、最佳创意、最佳视觉。对，所以希望有用心改装的这些车主，他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奖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评完，我们现在去稍微坐一下、休息一下，然后2点有那个 GTR 对决10R， 还有速克达大改速克达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输谁赢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遇到我们新主地头蛇，好不好？应该没有人认得他是谁，但是你只要有玩球鞋的，一定都认识。他是吕旭广广哥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比较没有在玩球鞋，但是以前我有在玩的时候，我的验鞋姿势都是广哥教的，对，那时候学到蛮多。跳跳人，好吧，跳跳人，forever， 跳跳研究室，对。然后后来就进去当兵。那如果对验鞋有兴趣的，可以去 YouTube 搜寻一下跳跳人研究室，好不好？就是他是国内算是非常资深的验鞋达人，啊，如果有兴趣对验鞋有兴趣的，可以去关注，或者是有需要的，有需要，对，需要验鞋，对。
好，那颁奖也结束了，恭喜今天有得奖的人。那今天最大赢家好像是一间叫十块螺丝的这个店家吧，因为全场最行奖他们拿走了，然后他老板个人也拿了很多奖项，那也恭喜他们。我觉得今天不管结果是如何，重要的是过程，就是一群喜好改装的同好聚集在一起，就是非常的开心。那今天也感谢很多有来跟我拍照打卡的同学们，对，谢谢你们这么支持万斯，这么支持我，那个我跟亚当跟小伟，就是百忙之中还抽空前来这样子，感谢大家。以上这支影片的内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凶啊凶啊！来我们看。没动。没事吧？不是，我还要跟你讲，我要拿外证。